往里走的。那你要不在后面，我不是就出去了吗？您第一天进城吧？谁第一天进城？你才第一天进城呢。哎呀，凶不凶？流氓不可怕，可怕没文化呀。谁流氓？谁没文化？姐，我路上堵车，我真的不太想去了。姐，算我求你了还不行吗？你可别忘了啊，你都奔三张了，工作不怎么样，又没有一技之长。姐，你可不想听大爷又唠叨吧？啊，停停停，我去还不行吗？走了。姐，我可跟大爷打过保票的啊，无论如何我也把你嫁出去。你刚才真那么说的？流氓不可怕，可怕没文化。这家子我胳膊到现在还疼呢。你这当经理的也行啊，没事还能泡咖啡厅啊。我容易吗？我日理万机的，我今天还得为你的终身大事我操心，我容易吗？我你能不这么大言不惭的吗？你怎么想我还不知道啊？是不是想跟我打那赌啊？来了。姐，这就是刘川，这个酒店的副总，我男朋友。对，男性朋友通通简称男朋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刚才对不起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好朋友高玉。啊，你好，高玉。你好，诗慧。一分钟内到，老时间，干了。高玉，南后主李玉的玉。正源律师事务所创始人，总经理大律师，27。接着说啊，我还说什么呀？能代劳的我都代劳了。施小姐，说起来咱们俩还是一个系统的，对吧？算是吧。哦，我这个姐姐啊，天生害羞，不像我这么好说好动的。哎，哥们儿，哎，不是，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哎，我是律师，再过一会儿警察真来了，真的。想他妈什么讲？把嘴给我闭上！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立刻放下武器。
你们给我听着，放下武器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释放人质，争取宽大处理。十分钟内给我找十辆一模一样的出租车，然后把车牌子给我拆掉，开到门口来，然后你给我推到后门后去。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很难找到那么多的出租车。找不来是吧？找不来我先杀了这个孩子。我们正在考虑你的要求，千万不要伤害孩子。免谈。认识一下啊。你好，诗慧。司法厅工作。不是那么简单的吧？我以前当过特警。不听命令就动手，胆子不小啊。绑匪情绪恶化，人质很危险。我推测了狙击手的走位，判断枪口已经瞄准了绑匪，所以就动手了。好样的，我让刘恒给你记一功。您千万不要这样，其实我现在还后怕着呢，只要人质没事就好了。您千万不要告诉我的领导好吗？楼里谁家结婚呢？你们是不是走错门了？没走错，领导是来慰问诗慧的，请问他现在人在哪？我们想采访他。哦，啊，好好好，你们等着，你们等着，我去给你们找诗慧去哈。诗慧。你躲什么呀？麻烦你送我去小婉家。看，那么多记者，还有我们新都的高层，都是冲你来的，你怎么能走呢？还有那武士队都准备一早晨来，你忍心吗你？哎呦！哎，对不起啊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我前两次见你还觉得你像个林黛玉似的，怎么就没看出来你是个武林高手呢？你羡慕死我了你。行。那你看在我有家不能回的份上，你开车吧。哎，这冷静冷静，我那个给他们打个电话商量商量，让他们先撤。先撤了吧。啊？人家不让他们采访，先撤啊。哦，好好好。这回踏实了吧？还去小婉家吗？再等会儿，等他们走完了。我就下车。
阿姨那些人全吓傻了。特别静，这汗珠掉地都能听见。哦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今天这身衣服真好看，比那天那身好看多了。这才是你有的装束气质。师慧，你有没有当特警时候的照片给我看看？我特想看。嗯，有，我给你拿去啊。你慧儿姐在部队的时候啊，跟现在差不多。不行呢。怎么了，小慧儿？人家小婉的对象特意来看你，他们酒店还给你送了慰问金。什么慰问金啊？嗯。哦，他们呢，刚才给了我一个信封，还有那大纸壳壳，说是支票。刘川，过来，把钱拿回去。不是，这怎么行啊？这是我们单位一点意思。再说你救了那么多人，这是你应得的呀。刘川同志，姐姐是当过兵的人，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如果你因为这个给我钱的话，对于我来说就是对老兵的侮辱。把钱拿回去吧，啊，跟你们领导说，谢谢了。阿姨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小婉她对象，下次跟小婉一块儿来家吃饭哈。阿姨，我跟小婉只是普通朋友，没再处对象。施小姐，你好，还记得我吗？高玉。你没事了？没事了，我是昨天刚出的院，我知道你今天来上班，所以我在这等你半天了。找我有事儿吗？有事儿没事儿，你都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请你吃个饭怎么样？不行。施小姐，你刚才说的话冷得我够呛，你平时都那么不给别人面子？不是不给面子，是我们根本就不熟。再见。还不出去吗？我的命都是你救的，本律师今天要请救命恩人吃饭，谁拦着也不行，拒绝无效。哎，刘彻。
后福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哎，哎呀，师傅，我送你回去。好，你跟我走啊，我送你回家。你们先别给我抢，我送师傅回家。我跟你讲，我从小就崇拜英雄，师傅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。不行，我得跟英雄握个手。我跟你讲，你看你都喝成什么样了，你还跟人握手呢？走了走了走了。师傅哥，车，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现在应该能赶得上公车的。你也最好别开车了，安全第一。为什么呀？你以为我喝多了？在这等着我啊，我去停车场取车。等着我。